YouTuber 芊芊近日在个人社群上传多张与陈柏霖的合照，陈柏霖主持的《极岛森林》近日开拍第二季，芊芊是嘉宾之一，而他就晒出多张节目花絮照，并发文写下：“柏霖哥带着露营菜鸟我，辛苦拍摄一整天，晚餐想大展身手，尽其自豪的厨艺，结果好像秋哥的阴影面积。”只见照片中有两人打扮休闲一起露营，以及肩靠肩自拍的画面。有趣的是，因为两人同框 ，CP 感十足，第一时间让大批粉丝误以为他们是情侣，纷纷惊讶直呼，看到第一张还以为要公开了，怎么有点配？另外还有不少网友认为两人长太像，以为是 P 图，更直呼根本夫妻恋，意外掀起热议。